圣人动静随机化物显教理心金照龙宫所化之事显实性海本觉之理故从海经而来合会文殊期待地岂能以凡情切度呢？用心哦，圣人啊，一动静是随机化物，无不多是显教理性啊。文殊菩萨乃是过去已成佛啊，龙宫上尊王佛，甚至在即个定明佛的时代，也是安尼的二万即个定明佛所啊，最后的即个定明佛啊，也未出家以前，也是身为国王，他未出家以前有八王子，有了八王子了后啊，国王出家去啦，修行啊，成佛啊，八王子啊，听到父王出家修行已经成定正觉了，是天下宇宙万物真理的觉者，这八王子也浩傲佛化了，同样起王位啊，同时出家，出家啦！这个时阵，那就是即个定明佛啦，也开始说法，最后将八王子就覆土又。妙光菩萨，那就是现在的文殊菩萨来给教育八王子，最后成佛，名叫做燃定佛。燃定佛啊，也是教育过释迦牟尼佛，咱就用阿呢来解推算。文殊菩萨是什么款的人啊？是什么款的菩萨啦？已经早都已经成佛啦，已经呢。教过了这么多的佛，这么多的菩萨已成佛啦，想文殊菩萨现在在释迦牟尼佛的道场，是来做道场，是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度众生，但是虽然是过去早已成佛啊，现在呢也是同样称为在释迦牟尼佛
座下的菩萨，这就是佛佛道道，彼此之间啊，道理是这么这平等，彼此协助，互相呢，只是为一个目标，度化众生，教育众生，互相成就，这是多么了不起呀！咱人人拢是有阶级分别真多，我地位已经真高啦，我的任期到落来呀，但是呢，叫我搁倒转来帮助你，搁再来做你的补习，哦，我做袂到。古早我是做你的上司，现在要做你的部下，心态呢就无法度接受。拢嘛讲，这个人伫倒位做过什么什么地位啦，现在要甲伊聘请来，都爱有甲伊过去的地位相顶。安尼，咱才请会到哦，哦，拢有安尼呢。哎呀，观念伫咧，看看圣人呐，敢若讲文殊菩萨，他过去是安尼，已经呢教过了遮侪佛，论道理。那论咱人间诶来看，人定佛啊，是在过去世中间教导过释迦牟尼佛，也捌为释迦牟尼佛受记过。那么现在，文殊菩萨竟然就是来的释迦牟尼佛的座下，称为菩萨，他是莲定佛的师父，现在呢回到回来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这大家人来想啊，安尼是不是有那个伦理呢？这就是伦理，伦理啊，生死啦，安尼不断流传，这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公理，任何一个人依照这个道理来做事，体会到这个道理，将这个道理来教育众生，这就是感悟的人，伊的因缘成熟啦，大家人共同来成就，累生累世安尼的循环，就亲像咱人，咱现在的子孙无定着，也就是咱过去的祖先哦。但是咱无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凡夫的迷情。但是圣人的角色是以你为着度众生，无挂碍，无执着，道理清楚分明，人人可成佛。只要道理和你了解，你也是佛啦。对，人人都是佛。
这就是清楚的道理，跟我们凡夫呢不知道，将因变作事物，咱总是乱了人伦呐，干那假因之迷，过一世人安尼过呢，定也都迷去呀，都乱去啦。所以因为安尼，咱现在人间呐，人甲人的中间呐，会真乱呐。过去的恩恩爱爱，现在呢会受分嘛真多啊！这就是迷，就是安尼，觉都是无同。所以圣人啊，动静随机，也一机一动，一动一静呐、啊。都是随顺的，这根基啦。现在的世间，的众生，五浊恶世，共穷啊！释迦牟尼佛要在这个五浊恶世度化众生，谈何容易？就爱有。真多的圣者，来，大家人会合来，来协助帮忙。释迦牟尼佛，咁就是安尼，伊的因缘成熟，现象成佛，有文殊。观音过去正法明如来，也是在人间呐、啊。人人念观世音，观世音普度众生，这嘛就是现象在人间来帮助道场。这拢是圣人、啊、一动一静呐、啊，就是随这个根基而来人间，而来度化众生，这化物啊，就是随众生的类型来教育，所以。化物显教理性，来度众生，不管什么款的物件，都已经充分的道理存在。大树小草，无不都是有伊的理存在，这都是。佛陀来人间呐、啊，教育咱去认识一切，好，大家人真了解，也要听受一切万物啦、啊。何况讲认识人跟人中间的关系，这就是佛陀的大智慧。啊，干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无够力，所以需要呢，周围菩萨啦来协助，看看经典讲到提婆达多一段文啦，因为伊深提婆达多捌道理，但是心刚强。难调伏，真多代志都是违背佛陀、违背道理。伊是捌道理，但是呢，逆理而行，
阿弥的人，虽然呐、啊，是现世即步，生含地狱，佛陀还是再搁在为伊受记，受记伊成佛了后。所度的众生是这么多，自世的时间是这么长，这些让人的感觉啊，这个理呢善恶啦，啊是要安怎来分别啦，佛陀慈悲啦，听讲哦，有个人伫这片的内底呢，起着一份这个怀疑、不信，都有诽谤，所以现在就是照着文殊菩萨的智慧啦，文殊菩萨也智慧。是诸菩萨之首啊，所以就要来显示这提婆达多为什么会当得获这么大一个受记。虽然文殊菩萨出现，无要阁提起提婆达多，但是呢？伊要提起了，伊从龙宫来，因为佛陀开始讲《法华经》，文殊菩萨在场啊，也是呢。大家人心伫咧怀疑的时，有弥勒菩萨来请。文殊菩萨啦，来开头，让大家人心会当静落来，提起信心，这就是《法华经》的四品开头，唯有文殊菩萨有法度来讲这个因缘开端哦。这个一代书的因缘呐，这就是唯有文殊菩萨有够安尼的资格啦。啊，了后呢，文殊菩萨呢，对倒去啊，这中间就无听到文殊菩萨，但是佛陀讲《法华经》。是七八年的时间，菩萨当年啊，到处呢都爱去弘扬法门，那就是爱去度众生啊。去的所在就是海龙王宫啊，这个大海呢。也是伫沙婆世界诶内底，地球诶面顶嘛，所以文殊菩萨他就是同款伫这个沙婆世界啊，因这个时间来真自由，起来自如啦，因缘根基伫倒位。伊就随着根基去化度，所以圣人动静随机去化物啦。现在呢，佛陀需要的是，被解开众生的疑惑。这个时阵，文殊菩萨伊就从海疆呢。倒回来，来到本会哦，啊，灵山会啦，这呢，就是借龙宫说法之事来显
实性海本觉之理啦，所以会从龙宫来啦，有含迄个意义存在。一来要予大家人会当头体义哦，无迄个疑惑啦，要解开人的疑，所以伊在这个时阵及时出现，因为道波佛啊，为听法来；释迦牟尼佛呢，为道波佛啊，即分身佛教位，都是法隆重集结啦。啊，既然法集结呢，啊，那讲出了提婆达多品呢，这就是要予大家人真知影，古今的佛佛佛都懂，道理呢是一致，一时性法，善恶平等，这人人本具佛性，这种的道理呢。但是有的人会感觉修行要很久才可以完成呢，提婆达多呢也还是这么这么恶劣啦，佛陀为什么现在就该受记，要解开这个疑真难真难啦，所以这一生道理迄个微妙法啦，咱凡夫无法度呢，安尼一个都完全解呀。因为安尼，所以文殊菩萨从海龙王宫来，及时思想啊，将思想呢，就是要来解。是，和大家人的这个疑问启迪，就是我对海里来，海中呢有阿弥的众生，我是去阿弥说法啦，我伫迄个所在度化了真侪众生来咯，咱们都看到啊，众。海龙宫啊，浮现出了莲花啊！莲花台面顶呢，坐着菩萨啦，一应呢，都来到灵山会，这表示呢，性海佛塔是表示呢，人人有个灵山塔。现在呢，一代圣法啦，佛陀既然教分身佛拢集合化来，这一代圣的妙法啦，应该大家人爱真清楚，提婆达多在善恶中啦，伊有一个性，是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呢，所含藏着，那就是性分，也是佛性啦。这就是要让大家人真了解伊有一个特殊，那就是生生世世无离开法，因为伊一直都是听法，只是。无有顺法去行，伊就是知影道理，但是呢，就是逆伊道理，伊那是会当将逆理啦翻转过来，所有的道理伊拢已经存在啦，这就是。
咱众生为什么爱弃除烦恼无明？啊，这个烦恼无明呢，这么歹弃除吗？真简单，这就是靠下面落去呢。一文啊，那就是文殊菩萨从海中带来的信息啊。所以，这要让咱了解这个性海，所以显实性海本觉之理啦，故从海中而来合会。这个道理呢，是人人本具啊，人人应该真清楚。这古佛来啦，释迦牟尼佛分身集会啦，这善恶呢，在这个所在明显呢，安尼显现出来，恶人也会当成佛啦，这道理。所以有的人就是无法度去了解，那安尼呢，这本觉之理哦，所以文殊菩萨从海中带来啦，带来这个会中来会合啊。那文殊具大智慧哦，那起是会当凡情来切度呢，也智慧，唔是咱凡夫呢。会当去测度，会当测量啦。所以在视频中啊，文殊菩萨再会。那这当中为什么呢？讲自海中来呢？那因为龙宫啊，又在娑婆世界，灵山坚固，所以不敢去。因为呢，文殊菩萨。既然来到娑婆世界啦，就是要帮助释迦牟尼佛度众生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讲法，文殊菩萨呢，到海中去教化众生，同款伫娑婆世界内底哩。那哪会得讲？是去个来呢，就不敢去吼。那尤其是圣人呐、啊，动静随机啦。圣人以一动一静啊，就是随顺人间一切根基生熟的，他就复回去啦。这就是圣人来人间度众生，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周围的菩萨有大根基啊，大因缘的菩萨在人间啊，现权实本质而闻，在这个中间现出了呢。权甲实啊，权就是方便，实呢就是一时性，这就是菩萨帮助佛陀
教化众生。净就是思啊，阿弥文殊菩萨嘛是一个人啊，也是在以释迦牟尼佛当世来度众生啊，嘛有形象度人讲法，原来有思有想，这叫做寂门，这叫做方便呐、啊。本文就是道理，这一直讲过去啦。他从方便门带入来，或者是入真实门来，这呢就是诸佛菩萨人间度化的方法啦。所以龙宫呢，显性海分隔龙宫，那就是显出了人人分歧啦，这个真如隔海龙宫表示呢，性海是咱人人的分隔，人人的本性拢总有啊，所以宝塔呢是是心地本具，心地人人本有个灵山塔，宝塔呢就譬如咱人人心地都本具，所以高佛金佛啊，你都懂。古早的大部分，现在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道理拢是讲叫做佛佛都懂。那文殊地界显妙体这两位菩萨，在这个道场的内底啊，正要开始显出了最微妙的道理出来，一面落去呢，那就是这两尊菩萨呢，特别会面啊，特别对答的是这个道理啦，特别显现的是咯，所以咱后面阁一段真长的文，就是要来显出了大乘真理哦。那前面咱讲过去这段文，安尼讲，你是文殊师利做千叶莲花，大如巨轮。既来菩萨亦作宝莲花，将以大海沙劫罗龙宫自然涌出。文殊菩萨回归到灵山回来，不是一直的，是一群的菩萨同齐啦，来的是将海莲浮现出，迄个千叶莲花，将海莲安尼浮出来，从空中呢，安尼缓缓过来啊。下面接落来一文就讲，自虚空中将海涌出啦，在虚空中哦。所以我灵鹫山将莲花下置于佛所，挑面镜的二世尊者，这莲花已经从海面直直浮出来了，浮在空中啊，从空中呢，安尼缓缓地往
灵鹫山来啦，来到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地方，所以叫做住虚空中的灵鹫山啦。所以将莲花下寄于佛所，挑面敬礼二世尊像。这个境界真水哦，这么多这么多的莲花，莲花台的面顶啊，一尊一尊的菩萨啊，从空中呢降落在灵鹫山啊，落莲花台咯，开始呢就到佛情礼佛像，那就是敬礼二世尊像。大家人应该要会记得啊，释迦牟尼佛啊，开塔门，塔门一开啦，大部分呢开始扭座啊。牛八座，好，释迦牟尼佛坐落来。释迦牟尼佛坐落来了后呢，大部分就叫释迦牟尼佛快说是经啊，我是为着听经来。那你现在伫咧讲经，啊，我来咯。来呀、啊，来这坐，赶紧呢，继续搁讲落去。所以释迦佛就是在塔中讲说了提婆达多品呐，一段经文的相佛在波塔中啊，也会用你讲。高佛来见证这个大圣法，这是多么奇妙啊！所以现在呢，感觉提婆达多已受记啦，地藏菩萨呢开始提醒，这大部分啊，应该咱爱回来去咯。释迦牟尼佛啊，开始就老人咯，还因为这个大乘法本文呐、啊，一真实理呢，大家人也未真清楚啦，应该爱赶紧呢，照用呐，文殊菩萨这个因缘呢。赶紧再接落去解释这个大乘法的精髓啊，最重要，爱让大家人了解，所以伊就占留着地藏菩萨。啥等呢？娑婆世界呢，有一位文殊菩萨，将这位转来啦，
恁会当去见面讲话啦，大家人互相见面一下，就伫这个时间啦，就安尼呢，莲花普上啦，开始慢慢已经呢来到灵鹫山寺降落，吼、哦，这个境界嘛足吸引人个呀、啊。地藉菩萨看，果然呐、啊，是庄严啊，文殊菩萨啊，度众生啊，这难思议呀、啊、的智慧，所以啊，再安下心来，感觉是地藉菩萨那点，也阁有啊，在场这呢真多。一听讲，哈、啊，叹不可思议，同款的道理，所以即是道波如来甲释迦佛呢，两位世尊呐、啊，那、啊、这个时尊也阁是当作在宝塔中的时啦，这个时刻也阁是安尼吼。降在塔中，两位如来。所以，以道波如来，摄度一切过去佛，道波佛啊，已经早都成佛啦。伊成佛呢，是因为度真侪众生，也教育了众生呢啊成佛，所以即阵道波如来。伊个道理也接受了真侪啦，度化真侪人已经成佛啦，是过去的佛吼。那伊现在呢，释迦牟尼佛啦，他是接度教化现在至未来一切众生成佛。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累生累世啦，无不都是伫咧教育众生。过去有鬼品啦、啊、受记品啦、啊，已经咧有受记过了偌侪弟子啊，从小而多啊，得佛受记啦，才弟子。也是未来会当成佛啦，这是释迦牟尼佛所度的众生，所以故因敬礼二世尊者，这两尊佛一位是过去度众生，一位呢是现在呢，一直到未来哦，任务也未完成啦，正是伫咧。教化这段长的时间呐、啊，作恶世的时代，释迦牟尼佛所要教化的众生也阁真多。那这两尊佛共住伫宝塔的内底，共一个座位吼，所以文殊菩萨一落莲花台啦，就赶紧呢。往佛塔去，顶礼这两位世尊，吼、哦，那向因礼佛像，看看文殊菩萨是已经遐尼成就的菩萨，他方转来啦，他还是同款照礼数啊，向佛呢顶礼佛像。这种的礼仪啦，就是大乘法
就像佛佛道道啊，这种平等礼仪吼，那么这都是佛，吼成佛大圣者，要大圣者的礼仪吼，那所以接下来这段文呐，修敬依彼吼，往地藉菩萨所供养。慰问曲作一面呐、啊，已经表达出了迄个敬礼，吼、哦，已经表达了后呢，安尼修敬依意，吼、哦，就是已经呢，安尼来敬仰，吼、哦，来礼佛，表达讲，吼、哦，我来消伽啦，我骨多转来到。灵鹫山咯，吼，那安尼了后啦，伊就去到这个地藉菩萨的所在，伊知影释迦牟尼佛的意呀，因为呢，留着地藉菩萨，那个文殊菩萨见面啦，文殊菩萨已经回来了，所以向佛。作礼了后，伊呢就回过头来，到地藉菩萨的地方去，供养慰问菩萨甲菩萨啦，啊，互相问讯一下都好啊，啊，互相呢开始啦，啊，哎，礼貌上呢，那先彼此问安吼，所以叫做。供养慰问，安尼就曲作一面呐。啊，大家人问安好啊啦，啊就好好坐落来，那再来好好谈话哦吼。所以先礼世尊呐，处在往地藉菩萨所，安尼互相慰问。二代菩萨啊，各种依处来自初中会见，这些两位菩萨来的方向是无同啊。地藉菩萨呢，是从多宝佛啊东方而来，从地涌出啊，但是。文殊菩萨是在娑婆世界呢，造佛教化众生。伊现在呢是从海中浮现出来，所以无同的地方，一个是从地涌出，一个呢是从海中浮现，所以各无同的地方呐。来伫这个灵山会上来互相见面，文殊礼敬依彼吼，慰问地藉吼，彼此互相问安，然后呢坐落来了后，那彼此之间呐，所以开始呢就是要启动了呢。下面呐、啊，经文的道理，Thank you.
文殊菩萨呢，伊可以呢不去摧毁啦，以害化物利益共款，伊会当伫迄个所在不知不觉啦，什么时阵已经呢去海量王宫呢去度众生啊？释迦牟尼佛遮侪年啊啦，继续伫灵鹫山。在咧讲《法华经》，但是呢，文殊菩萨已经幽化啦，在他方，甚至呢，从陆地到海中去，这去化度众生啊，无不都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因缘生熟，度化来呢。就是要度伊来到现在这个灵山会啊，要来成就大机。这个大机是要将海人接引出来啊，要让陆地人呢来了解啊，将他方世界的菩萨呢也阁会当了解，这就是。文殊菩萨啦，这份的这个大智慧啦，做道场呢，来娑婆世界，这个菩萨啦，也无体相，无动，无去，无来的形象啦，这就是大圣法。道理呢，遍虚空法界呀、啊，所以欲望一切佛刹，不净动机本处。菩萨到处都可以去度众生，伊唔免呢讲表达，我已经有动去多一个所在，因为虚空法界道理普遍呐、啊。任何一个所在，无不都是诸佛菩萨化度众生的地方。这个是大乘的道理。六地是安尼伫咧说法，但是海底呢，海龙宫也是安尼伫咧度众生。这六相海底啦，来汇合起来。无不多是呢，道理自在人心，心中有一个灵山塔，心中本具呢，咱这真如性海，所以咱应该会当安尼来回合吧。安尼讲，可能大家人心还是同款疑呀。所以咱应该啊，都爱搁再听，听落去的呢，下面一段文，因为安尼啦，所以地藉菩萨要转去，释迦牟尼佛都爱留着，甲留着呢，也那无，伊嘛心里有怀疑呀，啊，其实唔是惊，这地藉菩萨有怀疑，是惊。听法的人有怀疑，因那转去啊，就是这段文就结束啊，这篇就结束啦，一定爱后面呢再来补充，才有法度真清楚体会这个大乘法的道理。所以啊，佛陀啊，讲经啊，真正是用心良苦。度化众生啊，功强难调伏，请大家人爱时时自我调伏啦。咱要去调伏其他的众生困难，只要大家人调伏自己啦，把心调伏落来，记着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记着，
人人有真如本性，真如性海，是这么这么辽阔，这无处不在，道理充足，那人人本具，所以只爱咱爱，时时爱多用心。